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呈现的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欢迎收看。中华文明如同万古江河，奔流不息，诗笔与画笔共同记录着发展历程，传承着精神血脉，共同描绘了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踏上这条浪漫的诗画艺术之旅，我们将领略万里江山的壮美，自然雅趣的秀美，品格高洁的至美，率真洒脱的俊美，匠心独运的精美，色彩缤纷的华美，还有幸福生活的丰美。在对美的发现与求索中，追寻生命的大美。畅游诗中画，品味画中诗，我们在收获美的同时，也将从中踏寻中华文明的根，筑牢民族精神的魂。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诗画中国的非凡想象力、表现力和创新力将点亮我们的内心，激励着我们拥抱真实的美好，创造世界的美妙。中国降造文明之光，孟芝兰手工班与您一同走进诗画中国。有请第一位开卷人。大家好，我是开卷人李光复。自古能会山水者，皆胸有丘壑，虚怀若谷。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幅画，是北宋范宽的《西山行旅图》。《西山行旅图》是立轴的画作。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更赞誉其为宋画第一。欣赏这幅画作，首先要看它的构图，它是典型的巨碑式构图，雄壮的高山占据了画面三分之二的面积，一条瀑布随高山而下，大气磅礴。除此之外，这幅画还有三个人物：近景的小铺左岸，一位头戴斗笠的挑担之人；画面的右下方，有两名驼队商旅赶着四头驴前行。栩栩如生的人物，与这自然山水之景融为一体，透露出人和自然的和谐。有人说，范宽的画不是写生，是写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西山行旅图》，走进这片顶天立地的壮阔山河。几声茅店月，人迹板桥窗。胡叶落山路，枝花明一墙。哈哈，
山已是山，水已是水，我亦是谁？我亦是谁呀？我亦是谁？山高水长，目向千万，奋有老笔，青壮何穷。掌声有请李光复、朱凤伟，有请两位。光复老师您好，欢迎您，好久见面了，欢迎您。我就突然脑子里在想，他们也算创造了一个历史，前无古人。就是这幅画当中，其实这三个人从来没相遇过，但是在我们的节目里，在诗画中国里，这三个人第一次走到了一起，这是千年的缘分。首先想问一下光复老师，有幸能够进入到这个画境当中，您会觉得有压力吗？压力嘛，当然有。但是呢，演员到表演的时候，不应该有压力。嗯，你要完全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这个行间啊，有这么一个话说，就是，表演吧，不会演戏的演戏，会演戏的演人，而这幅画也可以引申说，不会画画的画画，会画画的画情。这个画里面有情，有精神，有我们中华民族的气派在里面，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个画的一个原因。我们通常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看看范宽的作品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体会。他总是让人啊用仰视的视角去看整个画面，尤其从山脚看到山峰，你会升华起一种崇高的这种美学的感受。像这样的大山大水之美，一定是跟人的情怀相联系的。所以这个行旅者在画面上的出现，它起了两个作用。一个是通过这个形体的比例来衬托山峰的高耸，第二个也是使这个画面啊更加富有这个生活的这样一种气息。我们更多的是在想如何去用舞蹈去表现，我们要融入进去，可能就要把舞蹈摒弃掉，就是用表演然后和状态想象自己真的就是那个行旅人，在那个里面赶着驴，
然后走过那个山水。他走路的这个动作应该就是神还原了原作当中走在这个驴队前面的那一位，当时好像就是他手里拿个赶驴的棍子，赶驴棍子。对，中央美术学院每一届的学生，只要你学山水，西山行旅图就是你的老祖宗，那就一定要临摹一次，通过临摹来学会按照古人前人的眼光啊，去感受自然和表达自然。范宽的这个笔法啊，就特别有意思，他是用一种啊，这个线条加点结合的，可以称之为豆瓣皴，在这个皴法上称之为豆瓣皴，也就是比较小的、细碎的这个笔法来表达，这样就能够画出这个山石的啊，既很坚硬，但是又非常充实。啊，整个山峰的表面啊不是完全的岩石，而是有很多树木啊，甚至，形成了整个山石的这种浑然一体的质感。打个最通俗的比方，这个画家的视野啊，像坐着直升飞机，拔地而起，啊，从山脚一直上升到山峰。所以他画的是一种纵向的全景，这个画面的右侧一条细细的瀑布，直接传达了飞流直下3000尺的这样一种意象。西山行旅图啊，作为中国山水画的精神性表达、象征性表达和山水画法的高峰，这些因素啊都使得这幅作品可以说是山水第一作。看见如此雄壮之山，就不由得想到这画儿，它像不像一首诗？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青壮何穷。看似写山之高水之壮，写的还是人。说白了，古代的士大夫看到这山，觉得其高迈高山仰止，就像人格的象征，就像君子的品格一样。所以这人生的百态，境界的高下，还有各种各样的感悟，其实通过诗和画的融合和结合和彼此的解读，完全的融为一体。这么伟大的一幅画，很长时间作者都是有争议的，不知道谁画的。后来在1958年的8月5日这一天，有一位专家从这儿看到两个字，在那个树叶里边，树叶子里，对，范宽两个字赫然在目啊。由此可见，作者并不介意我非得让我这名字流传千古，我是以画传世。为什么这一幅最为著名？我觉得他是把平生所学和所能全部融汇其中。他实际上有长期写生的经验，他到终南山反复描摹山水，所以这个山水我们不知道它是哪座山，但是这肯定是范宽心中的山。说白了，一个作家、一个画家的作品的理想，就代表了他的审美的理想和人生的理想，甚至时代的理想。其实作为我们一个美术家，作为我们一个从事绘画的人，能够在电视的屏幕上能看到传统的经典绘画用现代的科技的手段把它活化，能让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走进去的感觉，我想呢，这是一个对古典经典绘画的一个，不能说是演绎吧，是一个再欣赏再认识。所以说这幅画呢，我想它1000多年了，它是古典的当然它更具有这么当代性。这种当代性呢，我指的是一种精神，就是传统精神的这种延续，传统精神这种延展，传统精神对当代性的这种光辉。当然范宽这部作品我们完全可以考证能够找到他画的那些地方，他是
陕西关中一带的这个塞式的这种风貌。从这一点看，就是说我们的古代和我们当代，甚至我们的将来，对塞河河山的这种描写和记录，它是具有一种永恒性。这种永恒，我想最终界定在一种塞河或者河山的这个精神层面。我在想，可能很多的文人自古以来觉得世事多变迁，但是他们始终想寻找一些永恒的不变的东西。山和水，这些在我们有限的人生空间里，它是不会发生改变的。这样的一些意象，给了这些文人，给了这些艺术家以极大的想象和憧憬。就他们希望这世间能有一些价值，能有一些我们这个民族内心坚守的理念，是能像这些高山大石一般岿然不动的。谢谢，再次感谢三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呈现，谢谢。有请下一位开卷人。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开卷人朗朗。我要给大家打开的这一幅画，是明代画家徐渭的代表作《杂花图卷》，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啊，就被这十余米长的大写意水墨长卷所震撼到了。我们可能很少能在一幅水墨作品中如此细致地看到这么多种我们熟悉的植物，端庄雍容的牡丹，生机勃勃的石榴，浓墨重彩的荷叶，顶天立地的梧桐，灵动可爱的菊花、南瓜、紫薇花，郁郁葱葱的芭蕉，还有最后这几笔疾风劲骨勾勒的梅、兰、竹，十三种花草果木各有姿态，各显风骨。当这些花草植物随着笔墨的浓淡晕染逐渐在眼前展开，我觉得我看到的仿佛不是一幅静止的画作，而是万物生长的蓬勃，是笔走龙蛇的潇洒，甚至呢，我觉得我听到了水墨里的旋律，那是一段跌宕起伏而又动人心弦的交响。
感谢郎朗还有我们乐队老师的精彩演绎，谢谢各位。那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云端连线的方式把郎朗请到我们的诗画中国的现场。郎朗您好，亲爱的各位的现场观众们，大家好，我是郎朗。之前总以为音乐就是个听觉艺术，但是刚才我才发现，原来音乐也可以有画面感。可能很多观众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这幅画。 刚才郎朗也介绍了画里面一共画了13种植物，第一种牡丹，第二个石榴，第三个应该知道吧？荷叶。再往这边，他是用了很大一个篇幅画的一颗梧桐的局部。再往这边呢，菊花、南瓜，南瓜过后，扁豆吧好像是。扁豆完了是紫薇。 紫薇完了是紫藤，紫藤完了以后就是又是一个浓墨重彩的大芭蕉叶子。芭蕉过后，刚才郎朗说的最后三个梅兰竹。第一眼看到扎花图卷呢，就觉得非常震撼。它非常的长，一个一个植物非常非常有艺术造型的这样的呈现啊，而且你会带着这个。 是不同的气息啊，和不同的展现的这个角度，有点像一个展览一样。它们又都有关联，但同时呢，每一个这个植物都有自己的特性，所以你在品味的时候，音乐就会扑面而来。我觉得是这个伟大的作品。范院长，您觉得这幅画里有哪几个点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因为这个杂花图卷呢，和徐文长的其他作品还是有所不同。其实徐文长的每一幅作品啊，这种呢比较方正的、卷轴的，其实它的完整性是很强的。也就是说，他每幅画里面，在作画时候这时候的情感，这时候要表达的主题还是比较鲜明的。 但杂花图卷，我觉得一个是反映了他对大自然这个植物生物的这样一种平等观，什么都可以入画。第二个呢，我觉得在这里他是充分施展了他的笔墨感觉上的天才，也就是说我有各种各样的笔法墨法可以来表达不同形态的对象，这其实是大写意绘画里面很难的一个事情。 总体来说，中国的绘画，我们称之为一种城市的传统，就大家该怎么画，画竹子、各自、戒指，画石头、十分三面，其实是比较城市化的。但是徐渭是超越性的，是突破性的，就在于他有城市而超越了城市。所以在这里面的笔墨的变化、笔线的变化，你看他哪怕画几个扁豆，这个。 烧湿的这样一种笔线一勾染，而这个笔线你也看不出它是中锋还是侧锋，几乎就是非常率性的就勾勒出来。而像梧桐叶，你看它几个层次叠压的关系也很好，应该说到了这个比较高潮的是芭蕉，一个芭蕉的体量比较大，第二个芭蕉嘛又有线条又有块面。 哎，这时候他舒展的更加恣意的，用钢琴来诠释这样的一个水墨画，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很有特殊性。我从来没这么做过，我觉得在演奏钢琴的时候，实际就像画画一样，手腕的这个动作呀，尤其水墨的时候啊，它是很有范儿的，包括呼吸。你看作画的时候，你需要。 知道什么时候的韵律，什么时候呼吸，什么时候往里面使劲，什么时候收回来。其实这跟弹琴是非常像，我就想融入到这个水墨画里，我就想变成那个水墨画，所以这也是圆了我一个梦。其实，在这个花鸟画这个类别里面啊，就每位画家素有专攻，往往是会画几种拿手的题材，比如画梅啊、画竹啊、画兰啊，当然。 这些题材也是每位画家经常都共同表达的，但是我觉得要注意的是，徐渭啊，画的最多的是杂花。你看他把这个江南有佳慧啊，各种不同的
有那种很有象征性意味的，有文人象征意味的和日常生活的也在里面。对，所以他这个像是透露出他有一种等量奇观的自然观，花梦不分贵贱，都是生命。所以里面连芭蕉都有。对对啊，我小时候在南方长大，就芭蕉特别熟悉。但是梅兰竹菊一般这是我们理解中中国文人最喜欢对表达的意象，但是这里面真的就像范院长说的等量奇观，他这扁豆、南瓜、芭蕉、石榴都有，晚饭都有了。所以叫杂花图卷。杂花图卷从这当中能看出画家他的人生的起伏，对情绪和故事。徐文长这个人啊，过去有一句话叫啊，诗穷而后功。这个诗人遭遇坎坷，那他的诗反而能写得很好。那用在许文长的身上，就是画家不幸，画室幸。正是因为他遭遇坎坷，甚至有的这个遭遇是颠覆性的遭遇，但是也正是因为人生的大起大落，造就了他的那种，一方面是愤世嫉俗，一方面是悲天悯人，一方面呢又是能够挥洒自如，一方面又是能够可以说是翻江倒海的这样的一种个性影响下形成的艺术的风格。换句话说，常人所不敢为者他敢为，常人所不敢下笔者他敢下笔。所以这个像郑板桥这么厉害的人，郑板桥刻了个印，印上说自己愿意做青藤门下一条狗。这个齐白石也是了得的人物，齐白石恨不能给他来做嬷嬷的小书童。这说明什么呢？就这些人非常清楚徐青藤这个人在这个水墨这个花鸟写意文人的人物化方面他的一种至高的一种地位，把中国的水墨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第二很重要的一点是，徐文长往往赋予那些普通的植物以新意，所以类似这些都是徐文长本身他自己的人生遭际，他自己的人生向往。正因为对社会有期待，对人生是有理想的，他才会把这些东西都画到自己的画里边去。听完了刚才范院长和康老师的讲解之后，我不知道朗朗现在对于这幅水墨画是不是会有更多新的认知。十三种植物当中之前最打动你的是哪一种？当茉莉花的那个旋律出来的时候，除了我想到了花，但我想到的是竹子。就是你看到竹林的时候，你肯定想的就是东方的文化，而且竹子里面又隐藏着一种我们中国人的一种骨气。同时呢，画起来的时候吧，你还能有一种层次感。就像一个弹曲子的时候，你光有旋律的话它会散掉，但如果有竹子这样的植物它支撑以后呢，它就是它有一种就是有点像一个柱子或者像一个建筑物的这个支撑点啊。但是竹子又很软，它飘来飘去，风一吹它还能飘起来啊。如果我有花园的话，我肯定种满竹子，这是我最喜欢的植物。所以如果要用诗歌来和这幅画做对应的话，我还真是在想古代诗词里面用植物来咏志的很多，像这个竹子那就太多了，是不是？气节这个郑板桥，对不对？而最早写竹子，把竹子比作君子的，在《诗经》里边的齐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所以许文长为什么后人难以超越呢？这个你可能有时候在技法上你可以接近他，但你在思想上可能无法接近他。你有时候可能在思想上靠近他了，但你的技法上却又达不到。是的。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呢，它实际是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汇合。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呢，我们想致敬徐渭这个《杂花图卷》这个作品，给了我们无限的灵感和遐想，和艺术的创造的源泉。在新的时代，我觉得更应该让大家了解这些经典的、伟大的画卷，伟大的音乐，甚至就是能看到用这些听过很多很多年的经典重新去编排，然后再去和某一个伟大的画作进行一种对话啊。在新的时代里面又会有自己的语言，再创造出新的画卷、新的音乐，再进行一种灵魂的交流。
谢谢郎朗带着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走进了一个有着如此特别的内心世界的艺术家，是他的一幅特别的创作。徐渭这个人啊，他是个天才，他是中国画文人画大写意的鼻祖，非常简单的这些花鸟在他的神奇的笔下啊，每一个东西都鲜活了起来。这幅作品呢，可贵之处就是在满幅的满卷的创作当中呈现的是这个徐渭的一种才情，绘画当中的以草书入画，整个手卷长卷呈现出来的是以水墨，就是单纯的水墨画了13宗这个花木啊，它是分章节的，每个段的气象是有区别的，但是整幅又是一气呵成，又是气韵相连的，使我们看到了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那种洒脱磊落不拘小节的一种文人的一种旷达心境的旷达，我想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可贵的精神，都值得我们现在的青年人再认识再理解再深化。艺术家让我们感受的不是花花草草，是一种生命的能量，对，是一种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其实也贯穿在几千年中华文明的文化当中，代代相传，始终能够在不同的时代寻找到新的爆发点和突破点。谢谢郎朗带我们一块儿走进了这一幅杂花图卷。有请下一位开卷人。我是开卷人吴一山，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幅画是金代画家赵宁所作的《赵宁六卷图卷》，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这幅画的创作蓝本是赵宁六卷石雕，它是唐太宗赵宁百世马门内的6块大型浮雕，刻工非常精细，造型生动逼真，被鲁迅先生誉之为前无古人的杰作。赵宁六卷是曾跟随唐太宗李世民征战沙场，出生入世立下赫赫战功的6匹战马。这幅赵宁六卷图卷的每一段都标注了战马的名字，并落写了题战。从有制作分泌尺、杀戮尺、全描瓜、白蹄雾、特洛标、青锥、石发尺，画家笔下6匹战马被赋予了不同的神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赵宁六卷图，跟随着这6匹战马去感受充满雄心与抱负的大唐气象。
让我们掌声请出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李世博导演。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那你给我们揭秘一下吧，到底是怎么跟这个作品《昭陵六骏图》产生了这样的缘分呢？其实我是通过六匹战马的那种不屈啊，英勇向前的那样的一种精神，其实这种精神是我觉得是支撑了我的创作。所以我看你设计了一些动作，比如说那个我们都知道马站在那时候有的时候喜欢那个蹄子在地，所以我看你有一个动作是这样，然后啪，所有的人这样有一个那个对对对倒蹄儿的那个是的是的。我们最开始创作的时候有一些特别好玩的过程，最终抓出了两个词，就是它是战马，就是它有杀伤力，它充满了野性，但是它又理性，而且它是高傲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赵灵画家在画那幅画的时候，他应该用的是宋代的拓本，也就是那个雕塑。吴馆长，您对这六个雕塑应该是每一个细节都研究过。这六匹马里还有一个叫小萨，真的叫萨路子。好，有一匹马叫萨路子。好，这个萨路子啊，是邱行恭啊，正在给他把那个剑拔下来的。六骏啊，我觉得这个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剑是表明他战马的身份，一个是战马的战功赫赫，还有一个也是体现他中了箭以后还在奔驰啊，对，还在飞奔啊，马的这种精神，一马当先啊，万马奔腾的精神，这个是啊，箭实际上是胜于死。这个人是邱行恭大将，他曾经跟唐太宗啊，一起在战场上，他也是冲锋陷阵啊，最后唐太宗的萨路子啊中了箭以后，他能把他的马让他去骑上，这个是也是生死之交啊，我把生和死都托给你了，我把生命都交给你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交情啊？就马跟人之间实际上是非常啊这个密切的。这种密切也是通过站在处下的一种情感。你看啊，这一个大将啊，他在给萨路子啊拔剑的时候，萨路子的眼睛啊都在流泪啊，他自己也有数啊，自己将要倒去，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拔好以后，这个萨路子就倒下来了。对，萨路子的眼睛你看跟这个他之间的眼睛关系，头顶着头，头顶着，兄弟你好走了，就是这一种感觉，两个人要告别的时候那种感觉。我想啊，就是这里这一个古代将士伟大之处，他把马与人的情感，把死生的托付在这个当中表现出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就拿其中的一匹名为青锥的这匹马为例子啊，大家看到石雕中的这匹马四蹄腾空奔跑起来啊，四个腿啊几乎与腹部是平齐的，也就是说石雕将战马这种风驰电掣冲锋陷阵的姿态刻画得惟妙惟肖啊，让人看到这匹马它有过自己征战的啊身世。再仔细看，他之所以是匹战马，因为他的身上还中了五箭，而且这个五箭啊都是迎面射来的，但是其中四箭落在了马的身后这个部位，说明啊马的驰骋和箭的飞射啊相互碰撞，而在运动之中这个箭落到了马的后半部分，而且箭陷入到马的身躯里面是很深的啊，看上去只有箭羽露在外面，这也传达了箭飞射过来的这种力量，但是马的速度没有因为箭的凶猛而减速啊，这种迎面而上冲锋陷阵甚至速度比箭还要快的这种情形啊，在石雕上
这种静态的造型上刻画得非常精细。由此我们说，这六匹神骏啊，都是战功赫赫。中华民族的这个雕塑艺术，我觉得一个是与天地啊共存的一种啊宏大气象，所以这种气象也体现了大唐气象。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谈这个文化自信啊，它不是一个空泛的啊一个概念词，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伟大的艺术创造当中来可以佐证我们祖先他的智慧和他的创造的力量。唐代的一个陵墓是阴山社陵，它是在这个九宗山上，唐太宗亲自为六匹马书写赞语，有点像现在我们写的颁奖词一样。他在给特勒标写的是应策腾空，乘声伴汉，入险摧敌，成危济难。再比方说犬毛瓜啊，月经暗配，天似横行，白提乌是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这个昭陵的六骏实际上是六位英雄，是六个战士，他们战死了。所以首先理解这个昭陵的画和这个昭陵六骏，第一个概念是这是英雄的群像。一个伟大的盛唐是怎么诞生的，不是别人送给你的，是英雄们打出来的。没有这些战马，唐太宗可能甚至认为自己不能取得胜利，因为骑兵部队是唐太宗在打仗的时候出敌制胜的最最关键的要素。包括像唐代的一些诗人们，杜甫、李贺，很多诗人都写到了马，就是马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我们把它称为神骏，甚至把它跟龙放在一起说龙马精神，是吧？比方说这个诗里边说，公民指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相逢一骑为君饮，戏马高楼垂柳边。包括李贺快走踏清秋，就你看到唐代人的血液当中流动的是滚烫的热血，是在马上要去功名的这种热血。所以我在想，整个这幅作品看下来说的是六匹马，但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打江山的战士的群像，是创造一个时代的人物的群像。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有两个词我想可能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讲应该始终还是记在脑海中，那就是马不停蹄，快马加鞭。仍然要向历代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这些创造者一样，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创建属于我们的丰功伟业。花马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绘画题材，它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小画科了，就是鞍马画科。昭陵在宫里面作画的地位是最高的画家了，那么按理说他在这个金国的时候啊，应该是生活的相当的安定和滋润的，但是呢他还这个一直向往着这个大唐盛世。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画马或者喜欢画马？画马体现的两种精神，一个马在过去被誉为是人才，那么画家通过画马来表达一种希望能够得到朝廷或者社会的赏识和重用，还有一种画马呢是体现一种战斗意志，很少有人借画马来表现那种毅然自得的松散的意气的，而是表现一种战斗精神。谢谢各位和我们一块儿分享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作品，带给我们昭陵六骏图。谢谢。中国酿造文明之光，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孟芝兰手工班与您一同走进诗画中国。
健康好油看油酸，诗画中国由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鲁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有请下一位开卷人。大家好，我是开卷人谭维维。大家好，我是开卷人曹磊。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幅画作是元代诗人、画家、书法家王冕的《墨梅图》，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千古绝唱《墨梅》正是王冕当时写在《墨梅图》上的题画诗。画作中，墨色晕染出点点梅花，疏枝浅蕊，灵动润泽。而在诗文里，作者笔锋流转，又书写了梅花超凡脱俗的冰肌傲骨。以诗表画意，以画传诗情，这幅《墨梅图》是诗画结合的经典之作，传递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审美意蕴。王冕一生种梅、画梅、咏梅，也将自己的人格与理想寄托在朵朵墨梅之上。当这样一幅经历数百年的墨梅图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王冕与梅花相伴一生的知己默契，更是传承千百年的墨梅精神。让我们一起走进墨梅图，感受民族精神里对坚韧不屈、高洁品格的至情追求。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淡墨痕，
掌声有请谭维维、曹磊。好，维维好，曹磊好，喂，你好，你好，曹老师。刚才我们坐在下面听这首歌，好听，跟之前您唱的那版《墨梅》不一样吧？太不一样了。对，因为其实《墨梅》这首歌我唱过很多遍了， 而这一次又是重新的。一个新的一个创作，所以说对这首诗和对于王冕肯定还是有一些了解，这次又看到这样一幅画，我觉得那种感受也更加的深刻，就觉得不管是从画意还是从诗情来说，它都很特殊的展现了一种美感和力量感。曹磊，我们知道在觉醒年代里您是演鲁迅，这一次曹磊应该是扮演的是王冕，是有一个跨越时空相呼应的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作为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人啊，就是我们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先辈们在精神层面其实是有某种连接的。尤其作为演员来讲，我会更加的去珍惜保护甚至去储备这种连接。王冕其实是一个极具风骨之人，他和鲁迅先生其实很相似，那生逢乱世，眼中充满了对人间疾苦的那种悲悯。那在这个作品里面，我是现实场景中的王冕，那维维是王冕画中精神层面的那朵墨梅。那王冕和梅之间的这种知己的感受，那恰恰又是
王冕这种人画合一的那种精神上的契合，通过这种隔空对话的方式把这种契合表达出来。或者说维维是代表着梅花在对王冕做回应。对，在中国历代文人当中，画家当中，列一个对梅花最爱的排行榜，王冕是能排到榜首的吧？对，在当时元代的时候，很多人都画墨梅，但是以他的墨梅尤为杰出。这个杰出主要杰出在哪儿呢？不是说他技法上要高明多少，关键是他配的这个诗。因为王冕本身他是个心中有理想的人，他戴一个很高的帽子，这不是元代人的装束，戴一个很高的帽子，穿一个很长的一个大袍子，你看这个形象像谁呢？很像屈原。哎，就戴着高帽，屈原在诗里头也说，在《离骚》里边说，他戴着很高的帽子，挎着长剑，在泽畔行吟。所以呢，他在当时，他画的那个墨梅就很出名。嗯，所以你第一眼看这个画的时候，对，是什么感受？感觉很清傲，就像最后那个“只留清气满乾坤”的那种清气的那种感觉。你能闻到它的味道？对。刚刚康老师这么样一讲解，包括看到哦，这种诗画相辅相成的这种很奇妙的感觉，又有了新的认识。对，你像王安石不是形容白梅吗？他说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这个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那你就没想过这墨梅，你要闻闻它，比方说它刚画完，你闻到的可是墨香。清气满乾坤。对，所以你这个梅花闻到了墨香，这是别有意味的。我能觉得这幅画，就咱们中国人，我觉得性格底色里面有那种含蓄之美。对，你看他墨梅，他没有画白梅，没有画红梅，他画墨梅，但我一点没有觉得说，哎，为什么和自然景象不一样？相反，它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咱们中国的水墨画，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方式。我们一点没有觉得它的层次单调，对，相反会给我感觉很丰富的那种层次。每一朵梅花那种栩栩如生之感，让我能够感觉它的那种神韵，然后让我能有回味之感，真的好厉害。我们有白梅，有红梅，对不对？但是确实没有墨梅。这是个事实，这就说明呢，王冕画了一朵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梅花。为什么我们愿意相信这个梅花的存在呢？就是因为有这首诗。我们这个叫诗画中国，啊，就是说这有一幅画，然后历代的画家呢去把它呈现为一个长幅的一个画卷，这是一种诗画中国，用诗来阐释画，或者用画来阐释诗，但这个比较特殊。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一个植物，没有这样一个花卉。那么如果他只是画了一个墨梅，很多人就会不理解，说为什么这个梅花是墨色的呢？这个墨色的梅花它代表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它必须要有诗。这个时候诗就成为了提升升华和诠释这幅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王冕就是这个墨梅图画了很多幅，这个诗也提了很多幅，我们现在存世的至少有几个不同的版本，这就说明他自己其实也深谙此道，就是这墨梅的这幅画是离不了这首诗的，这诗画它是彼此相长的。所以你看他说五家喜宴，喜宴石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清气满乾坤。你看这个流是哪个流？对，流淌的流，是吧？那说白了，他自己也知道他画的不是现实中的梅花，那他画的是什么呢？就画的是君子，他想让他成为一种君子之梅，他就会调他的色彩。这就是这个画特别妙的地方，就是这是中国水墨画特别妙的地方。刚才呈现中有几个镜头，我是看见您拿着笔哗的那个，那是您真的在画呀？我其实试的画了一下，模仿了一下王冕先生的字。我说让我试一试哈，我如果真的在拍摄的时候，我能自己画这朵梅就好了。呵，我真的提笔往那写，完全不是那个概念。尤其这是王冕先生人画合一的这幅作品，他画的是自己，我觉得他已经画的是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人生，对吧？下的每一笔都跟自己的生命有关。千百年来，中国的历代的文人、画家、文学家，不惜笔墨的再去描绘梅花，赞咏梅花。实际上，他们赞咏的不是一种自然界的植物，他们赞咏的是他们一脉相承的，觉得做人应该有的一种风骨和精神。王冕的这幅梅花，我觉得特别的精彩。实际上，他画的梅花不是含苞的，也不是凋零的，他画的是一个正在盛开的、怒放的梅花。它的枝干呢是挺拔的、坚韧的，淡墨痕的花朵呢又是圆润的。我觉得枝干代表了它的风骨，而圆润的花瓣呢，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我觉得一个画家把这种刚揉进了他自己的画面，确确实实是一个理想的生命状态。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这幅王冕的墨梅图，是故宫所藏的唯一一件王冕的真迹，也被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称为笔墨清润，所见王画推为第一。王冕笔下的梅花形象是有着超脱雅洁的精神品格，是被赋予了梅花人格，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陶渊明的菊、苏东坡的竹、周敦颐的莲一样。王冕的这个梅也是儒家人格理想在元末明初的一次艺术化、意象化的展现。有请下一位开卷人。大家好，我是开卷人任敏。大家好，我是开卷人王希。孔子说智者乐水，老子说上善若水。我们要给大家打开的这一幅画作是南宋马远的水图，收藏于故宫博物院。水无形无色，但在画家笔下，水却成为了主角，变换出各种形态和丰富的意趣。水图里一共刻画出了12种不同形态的水，有含糖清浅的温柔，也有云舒浪卷的浩荡。在这12幅水景中，可以考证的具体地点有洞庭、黄河和长江。一眼千年，这幅水图在历史长河中，在每个人心中都荡起了涟漪。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水图。
掌声有请袁炳、王希。老师好。欢迎两位，欢迎两位，欢迎两位。来，请坐，请坐，请坐。谢谢你们带给我们那么好看的一个呈现。在此以前，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也专门去接触了马远的水图。有，我知道这些水图现在其实有很多现代的人在临摹，以及其实像马远他经常喜欢画一些边角小景，比如说景色他会取细节的部分去画，不会像很多山水图一样可能很长很大的书卷，他可能就是画一些细节一个部分。他可以马一角他都了解到了，而且我觉得它就像我们这里面不同的水，像黄河呀，我觉得它是也是很有力度，给到我们很多内在的精神上的，我觉得一些感受啊，或者是力量啊。但是马远当时画这画的时候，他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创作意图，完成了这样一个宏大的作品？马远这幅作品的可贵啊，在我看来啊，他是专门画水，用十二幅水的画面来构成对水的表达，它的每一幅水呀、都来自江河湖海的不同感受，也就是说它要通过一个水的系列来构成它对于水的歌颂。所以这个画面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丰富的水的形态。通常说流水无形啊，不是没有形，而是指这个形啊不可以把握，不可以啊轻易的得到描绘，而马远在这里可以说把流水之形啊表达得淋漓尽致。从造型来说啊，每一幅画面都是不一样的。你像云深沧海这幅的水，它的比例啊，这个力道啊是非常强劲的，墨色也浓淡不一。那么云舒浪卷这一幅，它使用了一种颤笔，就是在这个行笔的过程中啊，时断时连，犹如啊这个水啊是一种惊涛骇浪。像秋水回波，它用的是双钩法，那你像那个水的浪纹呢、有点像瓦片，但是是流动的瓦片，又像鱼鳞。小日轰山这一幅啊，它用了些折笔，有一种小山的状态，形成一个这个水的特点。所以马远用不同的笔法表达了水的不同的美。我想这首先可以看到他对这个水、对水波、水纹、水的肌理观察之细致。水是善变的，但又是不变的。我觉得这种辩证的东西是让古人特别痴迷的一个东西。你像咱们家里头，有时候你到人家去写一个中堂，特别容易写的一句话叫上善若水。但是一般人老说上善若水，上善就是为什么上善若水是什么意思呢？它里头有一句话，就是《道德经》里边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什么意思呢？最厉害的就是水了。为什么呢？水对万物都滋润，万物没有水都不能生长。所以为什么老子叫“上善若水”？那最伟大的、最应该被歌颂的，就是水。每个人都愿意像生命之源那样去做奉献，却不张扬。画家用水来讲述自己心中的这种家国的情怀，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也确实是因为自古以来，人是择水而居的，它可能就是你的精神和生命的根儿所在的地方，它代表你的故土。我们愿意相信他心里头装着一个祖国梦，那我就要画遍天下的大水小水。所以我是觉得对他这样一个画家来说，既是有技术的美学的画，同时内心里的思想的深处也有一个中国的一个画，一个民族的一个画。马远的水图也很精彩，从这个平静的平湖一直画到今天的巨浪，我觉得一个单纯的物体在他的笔下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山河啊是不变的，
艺术家和友可以充分的来讴歌祖国的河山。所以呢，它是说明了这个，经常有人问啊，你的文学作品啊、艺术作品啊，能不能永恒？我们的回答，永恒的是祖国的山河。所以它这里面有一个，长久的精神寄托吧，哎，这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山水画非常有名，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画科。但是山水一般都是有山也有水。那么这幅水图呢，单纯的只是画了水的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单独为水做肖像的这么一幅画卷，所以它也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这张画有一点比较特殊的是，根据这个的推测，这张画正好是800岁。中国降造文明之光，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孟芝兰手工班与您一同走进诗画中国。健康好油看油酸，诗画中国由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鲁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青石道旁露影稀，我追寻着你的足迹。晓风山结衣，拂动花枝来相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野河穿竹林，有仙山仙云里，我留恋于你的风衣。纸上万里行，落笔成诗情画意。谁拂案窗前，写着岁月剪影。试卷向我请回首，你飞扬的笔墨舞动出春雪千年的不朽。一盏烛火照映心中你不语的丹青，勾画了神州。穿竹林，方有仙山仙云里，我留恋于你的风衣。纸上万里行，落笔成诗情画意。谁拂案窗前，写着岁月千年。试卷向我请回首，你飞扬的笔墨舞动出春雪千年的不朽。一盏烛火照映心中你不语的丹青，勾画了神州。你飞扬的笔墨挥洒出一马平川的试卷向我请回首。
火，畅饮心中已不语的丹青，勾画了神州。